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这两天开的还稍微好点哈，精神点，因为在农村是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都拜12天。这个请问商量好了，然后把那个酒店再去看看，定个差不多了。你看那家跟着接孩子跟着看看看摸摸摸。不是他拜五了，我去接他。你妈妈去把酒店看一看罢了。好着呢。这是商量两天了。啊，对，你说不得提前呀、啊？你也咋的？等到当天定？当天不行。孩儿啊？女儿，12去南京。那去忙忙外面去吧，啊，洗个脚，你看。可不嘞。哦。耶，洗两脚，洗两脚，大爷吧，你整醒你。那行了吧你。十二去再忙。你等着，一会儿吃也管谁了。就帮你找个好点饭店行不行？给他找点好点饭店。饭店在了，那你跟他孩子不能去。对，俺跟他孩子不去。你都去，哎，你没法，你这给这儿的。吃你，你不能吃。别动了，你们。我倒动。不行，你非得把他整醒是吧？我现在去找一下酒店，刚才在上面问了一下护士，这边附近的比较好点的酒店，要摆都好好摆，要不摆都不摆。我先把头发去绞绞去，在这又晒多天，又晒天了，头发长了，现天热了。从这进来大门儿，在我一人问好一个人的，还行这边。好、一个人这个是吧？三楼也有了哈。三楼环境好点哈，这个啊这个，啊这是一个桌了是吧？真能开。能开。啊，把这打开，直接两桌都通的了是吧？啊、这也行。这是可以，到时候这是一桌，还有这边是一桌。行，这一间可能不能哈，直接订这一间吧。下一跟下边开菜是吧？哦，行。今儿一上光顾了跑饭店了，看了有好几个，还是都给我订这个。这个屋里边还有它的一个环境啊，看来这特别大气，特别好。既然要摆了，都好好摆，大摆一场。明天来了人也不会说很多了，光师弟亲戚，我说俺那边姨，还有俺姑、俺舅，都是非常都是就经常串通的亲戚过来，大概也都是20多个人吧。然后等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回家再办一下子。刚刚那个饭店看了一下，也是特别喜欢，订了个套餐，它16个菜吧，叫回去给调整。刚才拍了几个照片，想再看看一回去。我等你不睡一会儿啊？我睡一会儿。哎呀，你也摸，我都是摸的了，后来还得摸的。订好了哈。订了。嗯，屋子我看的是可以。你摸个照片给我拍了几张照片。拍照片。嗯，房间些大。房间些。嗯，然后他那个大桌子大椅的，16个菜，17个菜我忘了。也蛮行的。嗯。离这不是很远了，离这反正是有4里地啊。行，得给这订好了。嗯。咱们再吃好喝好是吧？对。但是你家你不能去，你去了你也不能吃。我不去，出去咋非得出去？我在来这儿有的菜啥都挺好的，在这一点儿不吃。看，他那人呀，真是他一天一个样，小丫丫又长大了，看。大家抱着你去饭店行不行？嗯。耶，谁说的？现在人定了哈，定了。我看那个桌子啊，嗯、我孙呀也认呐，桌子宽敞敞了。那现在带着孩子来也没事，已经这样了。你看照片，看我给你拍的照片。看了。好了。来了以后，咱们场面。姐来了都是没娃娃的，都是老话咱说的，都是实际亲戚。意思说的都是最亲，来看看。这都是咱们来了也高兴。今儿我刚才给路上说了啊，既然商量好了，好了，我本来是呀，拜五拜吧，给这医院来给这，回家拜满月。既然他这风俗都是留一点12天，给孩子也拜了吧。那别人不想玩啊，是个妮儿不拜的，是不是？你所以。我就是说了，要拜拜，要拜拜好。行，这地儿不错。嗯。挺好的，是不是挺排场？菜上面也给了一点。对。地方也给了一点。真大桌子呀！讲的你是风光了，这环境还是真不赖。
这个十六个菜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地儿当然相当可以。嗯。啊，中，高兴高兴。大家好，我是乔伟，刚才又去酒店了一趟，然后总盘着做了不到位，跑那儿又把那个酒菜品还有酒水去给他确定了一下，然后订了一个最好的套餐那个菜品。这回来了也没外人，小双那边姨娘也都是姊妹们，我姐姐边也是那几个姑姑也都是姊妹们，没有外人。这次都是家里边的，家族吧，家里边的都是没让人来，我都怕。